这是点，对不对？全是点。你看墨色的变化，做一个图形，你看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变了。为什么说这是点？这是点用来画，要来画叶子，就这样。点一下点，用来画。看着我的笔的动作，你们经常就会这个方向，因为你们用铅笔用了好多年了，对不对？用了好多年了，我这个使得像劲，这样才能够这个毛笔才能那个笔的。比这个